轩来了，欢迎。哎，小可爱型，哎呀，很甜美，好可爱哦。哇，哎，都是迷你的，有没有？来来，走过来。超迷你的，林宇轩，19岁，155公分，41公斤。有人为了林宇轩呢，勇闯女生宿舍。哎呦，哎呦。好可爱、啊！有人为你勇闯女生宿舍、啊。对。谁呀、啊？学长，不认识。不认识，找不到卫生纸啊！太急了，没地方去。是色间。什么？色间？为什么要找卫生纸？被闯到女生宿舍，你赶紧别公请抽。想抽刚得奖，不想跟你讲那543的，有那么急吗？住好不好？是啊，那个人太过分了，找什么卫生纸啊？然后他直接就闯到你的房间，丢一包给他就好嘛。对啊，他是刚开学，我不认识他，然后他打听我的房号，然后就跑进来，要电话。对啊，你给了吗？没有，没给。眼睛充满自信，长睫毛害他被误会，心机重。就是像刚刚一样，那个假睫毛，然后他就还拔我睫毛，然后我说干嘛了？然后原来是他在测试我是不是戴假睫毛啊？那你都会让人家拔吗？睫毛太长，没有，不会啊，会被拔光。而且他牙齿好白哦，哈，你看牙齿，被拔光只有一个日子，你不要乱跑。教师节的时候，你不要到孔庙去，会怎么样？有一种拔智慧毛的一种，只是聊天。朋友的哥哥对他一见钟情。对啊，有一次一起出去玩，就有对他还蛮礼貌的笑，然后之后他就开始追我了。就是后来连续一年接你上下课那个人吗？不是，哎，那是同学。有打动你的心吗？有追到吗？没有，因为不喜欢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接受？只是利用他而已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朋友。对啊，就只是觉得当朋友就很好啦。对啊，哎，你有没有喜欢什么那个明星，男明星？吴宗宪。原本想要投你的，你现在讲这种话，我把牌子收起来。你还好吗？什么态度？妹妹，你还好吗？妹妹，妹妹。喂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好笑。你若感觉你弹掉，你会再笑出来。很好笑啊，你很好笑。他有说他其实呢长相跟个性是高反差，所以他才会喜欢你，因为他平常很喜欢搞笑。我会模仿杨丞琳。杨丞琳啊，来一下，土拨鼠，土拨鼠很像，你看有没有？哎，像，很像，可爱啊！我们带回家养哦。对，曾经有路人送他怪异的礼物，向他搭讪，因为他说要跟我交换那个电话，然后他说要送我一个很可爱的宠物，跟他一样可爱的。然后我想说我很想养红贵宾，我又想看那是什么，结果他就拿，对，我想养，然后他就拿出一只小乌龟，小乌龟要跟我换，然后我就一直笑。小乌龟要换你的红贵宾啊？不是，要换我的电话。你有养吗？我没有说啊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就走掉了，没有理他。对啊，还好你没理他。他不只会模仿杨丞琳，还有阿基拉，他也蛮在。还有。陈信鱼，公主好，开始拍。没有，他一定要拍的啊，因为他们要领薪水啊，所以他一定要。他在试图模仿。我们现在中视的业务越来越好了，所以他们要继续工作。对，要继续拍。开始拍。别再拍了，开始拍。声音有点像，声音他好跳动哦。对呀。不是。因为他会不好意思啦，小女生放不太开。好了，就这五位啦。哎，甜美 pose 啊！甜美 pose 来一下，看前面啊，一二三，甜美。林宇轩除了有甜美的外形，搞笑模仿的功力也相当不简单。今天的冠军是他吗？